晓东油画展在北京七九八艺术区的钢尖艺术中心揭幕。本次画展展出了著名画家于晓东的30余幅藏区题材油画作品。从1995年的金瓶撤迁，到2021年的大师在冈仁波齐，多角度展现了画家跨越25年的艺术创作。这次展览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原因是，港建艺术中心刚刚落成的第一个展览，是由班禅大师亲自亲选的一位画家，就是我。我觉得那班禅大师是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啊，这一点是很殊胜的。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呢，能够表达我对西藏的一份热爱，这是我最希望能够让观众们体验到的。那我的热爱也通过这个作品呢，能够传递给更多的热爱西藏的这些观众们。因为我觉得这份情感不光是我的情感，也是我希望通过这些西藏的面孔，真实的面孔，能够反映一个真实的西藏，特别是西藏同胞的内心世界的美好，觉得要反映这样的一种精神。众多慕名而来的观众在钢尖艺术中心独具藏域风情的艺术氛围中，深切感受了画家笔下西藏面孔的真实和纯粹。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画家本人去详细了解其中几幅代表作品。这张画叫《金瓶撤迁》。25年前，我完成了《金瓶撤迁》这张画，是三位画家合作完成的，我是其中的一位作者之一，由我亲手完成了当时班禅大师5岁的形象。当时记录的是在大昭寺释迦摩尼12岁等身像前，通过《金瓶撤迁》，选出了现在的班禅大师，是一件重要的历史画。然后在这个画面整个的风格的安排上，风格的选择上，我们能够想到类似的历史画，比如说拿破仑加冕，那个也是达维特完成的一件美术史上的名作。我们想到了可能不能用拿破仑加冕那样的方式来画，我们必须是按一种更东方的更平面的一种方式来完成。那我就想到了西方净土变，比如说敦煌壁画的西方净土变是没有透视的，远处的极乐世界的那些楼宇啊，什么天上飞天啊，和前面的人舞蹈的人反弹琵琶，那个尺寸大小是接近的，那个所有的天人，所有的这个天界菩萨，尺寸都是相近的，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没有透视的方式，比如远处的人和近处的人一样大，所以这张画呢，它既是真实的，每个人都很像，画得非常非常像本人，一眼就能认出来画的是谁。那它又是装饰的，又是东方味道的，包括这里柱子上的花啊，这些帷幔呐，什么晶状啊，这些所有的器具都有一种东方艺术的那个神韵，也有西藏的这个艺术的传统文化的这个神韵。我觉得这张画呢是一次东西方的结合，正好我学过中国画，我呢知道怎么去完成这张画，怎么拿捏，比如说脸往平处理，类似于浮雕的这样一种效果，我就知道那个时候拿捏到一个什么度。这张画呢是我最新的作品，就是刚刚完成的，应该说是为这个展览专门画的一张画，就最新的一件作品是大师在冈仁波齐。我想要和25年前的一张画有一个对应，当年大师5岁，现在大师30出头，我觉得这25年这个时间的跨度是一次殊胜的佛缘，我一定要把这一份心情表达出来。这张画呢送给大师，已经被大师收藏了，也是我特别那个荣幸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也见到了大师本人，我觉得大师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就是非常沉稳的个性，然后那个作为宗教领袖的那个气度还有修养，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对完成这件作品，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于晓东觉得，画西藏必须是真实的西藏，画藏族同胞必须有真实的内心世界的挖掘和体现。这种真实是最有力量的，最美的，最天然的，也是最真诚的。这张画叫《小卓玛》。
这是在泽库县遇到的一个叫小卓玛的女孩，十几岁吧，然后呢，我把她请来给我们做模特，就最吸引我的是目光非常非常的清澈，非常干净，就是这种神态神情是我很难见到的，比如说在那个我的学生当中啊是很难见到的，内心是简单的有信仰的，这种清纯是非常珍贵的，特别是长得很美，就是很那个很明亮的一种感觉，就是和平时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个在高原人的那个肤色比较黑还不太一样，它比较白比较亮，虽然有高原红的两头红也是很美的。作品《燃灯节》获得2014年第12届全国美展优秀奖。于晓东通过反复推敲光线、构图，以及对人物面孔真实丰富的刻画，很好地把藏族同胞对佛的信仰的力量传递了出来。燃灯节是一个很特殊的节日，它纪念的是600年前宗喀巴大师圆寂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然后呢，每年都这个日子呢，在八角街都要有当时拉萨的市民、各藏区的这个朝圣者都举着灯，然后呢，在八角街一圈一圈的转，既在缅怀大师、缅怀圣迹，也在反观自己，也在看自己内心是不是守住了这个佛灯。我觉得它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所以我特别想画这样的一张画。它不是一般的节庆欢快，一般的节庆和欢快呢，它不如这张画更深沉，更有一种内心的精神的力量。特别是这里边有几个人物啊，我是特别特别喜欢的，比如说背孩子的那一位，他那个在望着向上望着啊，那个好像那个佛的力量啊，那个佛的光芒在他的内心里头啊，也在他的就是无上崇高的位置。那这里边我还喜欢呢，这有一个拿着灯，然后一个年轻的女孩低着头的往下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后来也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形象，因为他更能够代表这个燃灯节的主题，能够把燃灯节这个沉思默想的向内缅怀的这样的一种情绪表达出来。这张画叫渡啊，这张画呢是我最重要的作品。这个画表现的最真实的题材是这样的，一船人，一个家族的人啊，一个或者几个家族的人，他们要渡过雅鲁藏布江，乘这个渡船到对岸去。对岸是什么呢？是佛法僧三宝俱全的西藏的第一座寺院，是由莲花生大师兴建的，主持兴建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和殊胜。所以那个朝圣的人一定要去一次桑耶寺，所以要坐这个渡船去对岸。我几次坐这个渡船啊，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说这不就是大乘佛法普度众生的一个象征吗？正好暗合了大乘佛法普度众生，那么我就用这个渡的这样的一个题材来表达我对大乘佛法的这样一个初步的理解。我觉得对岸就是彼岸，对岸的一束金光就是彼岸世界的理想。那因为远处有一个地平线，是一条横线，这张画的结构是很简单的，然后这船头正好是一个三角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金字塔的构图，其实非常简单，一个三角加一个横线。我觉得这个三角和横线的这个构图是最具有精神含量的。那么从古埃及人就发现了这样的一种造型是能够有神灵的象征的含义，那么今天也是一样。那么我们能看到更多的三角构图，比如说梅杜萨之筏，那个吉里科的作品也是一个三角的构图，包括自由引导人民，是我们看到都是这样的三角构图。那它要表现精神的力量，可能它是不二之选吧。于晓东画中的西藏人物行雅正，意恳切，行为淳朴，信仰虔诚，面孔无不洋溢着天然纯粹的藏地之美，这既是他对藏族同胞的内心世界的真实挖掘，也是他对藏族同胞的特殊情谊，对西藏的无比热爱。本次西藏面孔于晓东油画展将从4月28日持续至6月27日。